明年是一定缺电，那大家要有心理准备。那么既然大家就做了一个决定，那大家对为缺电，将来就不要埋怨。我们准备的是2023、2024，因为三阶往后推的这两年的部分，所以今年郭董讲的这个部分，应该是担心的，应该是担指心做错了。2023了哈。2022的时候，我可以跟郭董讲一下这样子，跟他对话一下。那你要不要赌一下，赌个几百好了？我，哎，不错哈，我可以跟他赌个几百就好了。这个旧的要旧的，经常要替换，都等了20几年呢，然后常常会有一些问题就嘣这样子啊，没有这样，没有，他不是，听说是嘣了一声啦，听说是嘣了一声啦，听说是。蹦了一声啦。